好好的啊。那么今天啊，其实我们几个朋友也是偶然约在一起，对，在这儿，他们说啊，非要聊聊音乐，聊聊情感，聊聊人生，聊聊吉他。还是聊歌吧啊。这二位呢是我今天请来的这个特约评论员啊，这个不敢不敢，今天带来一首《南海姑娘》，来自邓丽君。好吧，咱们还是先听歌吧，最后再评。眼睛星耀灿烂，每次心变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，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。她在清唱，她那无情啊，像那泪汪汪。轻轻只是留吧，旧梦失去有新的作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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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倾听。这个调确实挺坑爹。对，今天这个啊，没有之前没有排练啊，我们现场，对，完全即兴的一个感觉，嗯，非常好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二位听完以后感觉如何？哎呀，点评一下徐老师，我这心儿都融化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感觉特别美，你就想要有一种冲动，想去闭上眼睛，然后呢，就感觉清风迎面扑来的那种。很清新的感觉，空调风。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在闭上眼睛欣赏这首歌的话，我觉得你会进入一种境界，你仿佛真的看到那个美丽的南海姑娘，太美妙这种意境。对你的评价那相当之高啊！那是也是有对您的评价，专家。谢谢谢谢，我们这位专家来说一下。我刚才主要歌声太美了，我觉得特别像是在听一段录音，但是我刚才主要听的是吉他，我觉得这个吉他节奏感特别强，我已经不由得跟着节奏去点头啊。大家发现没有哈，这个男观众盯着女歌手，女观众盯着吉他手，男吉他手，哎，这就叫规律，哎，这叫异性相吸。我们所有的网友可以想关注男生的关注男生，想关注女生的可以关注女生。非常成功，谢谢谢谢。OK， 那希望大家看到以后呢，也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留一些评论，然后通过评论呢都能找着调啊。对，